上古时期，妖魔横行，苍生涂炭。天雷两家族人前往武当昆仑修得道法，得天雷双剑，世代斩妖除魔。数百年后，苍山坟地古尸怨气集结，化为邪王，为祸人间。天家第23代传人天晴受师叔临终所托，与好友阿仁跋山涉水来到古雷镇，寻找雷剑，修双剑合璧之法。天雷地火斩杀邪王，一场大战，邪王与女妖罗兰大败。本以为天下太平，末世将神与同归天地三境，一场更大的阴谋正降临人间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是什么救了你？你的生命从此不再属于你，你要奉行神的旨意，否则你将受到神的惩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哼。我就是神。想怎样？邪王已经灰飞烟灭了，想报仇，你就
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你是僵尸？你就是传说中的江神？诸位的人类，你敢控制着这个世界？只有把全世界的人类全都变成僵尸，这个世界才能安宁。我能做什么？你是说天晴？你如果想报仇的话，就跟我来吧。睡一觉，当然要把二十几年来的觉都补啦。你要干嘛？开门。嗯。什么？我说开门，我在你家门口了。啊！不会吧？喂，刚才你们干嘛？怎么累成这个样子？没事没事。哎，送给你。干嘛要送我花啊？来问问伤员的。喂，怎么不欢迎我？哦，欢迎欢迎，进来吧。随便坐。好啊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好啊。
你这么早找我干嘛？这都好多天了，我来啊看看你伤怎么样了。我从小跟师傅一起，什么罪没受过，什么苦没吃过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嗯，那就好。哎，你怎么样，复职了没有？啊，复职了，这下又要开始忙了。忙你还往我这跑？谁让你是天晴啊？从现在开始，经常来看你，就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。这以后，咱俩还得长期合作呢，啊？谁要跟你长期合作？好不容易消灭邪王，我啊要给自己放一个大长假，自己买好多好吃的，买好多好多衣服，去好多好多地方。喂，你有钱吗？没有。那不结了。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？人家幻想一下，怎么了？哎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哼，我一个也不想听。哇，你这个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爱说不说。哎，好吧，好好好，玩不过你。好消息是，我已经跟上级打了申请报告。从现在开始呢，你都要跟我搭档一起做事。哎，虽然没有编制，不过可以按月拿钱哦。真的假的？我这还有个坏消息。这坏消息就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老板，你啊，每天都能看到我。切。那，你的这么多啊？钱多啊？谁还嫌钱多啊？那我要怎么感谢你啊？嗯，你拉倒吧，感谢我就不用了。不过要是去吃什么好吃的话，喂，带我一起啊。小事一桩，说走就走。我换个衣服，等我。好啊。 Yes Yes。 今天好开心啊。以前想喝奶茶师傅都不给买，长大后又东奔西跑的，哪像现在这么悠闲。喂，我说大小姐，逛了一天你不累啊？不累啊，一点都不累。你不累我累啊。
这陪女人逛街啊，真的比破案还累。我又没有强求你非要跟着来。喂，我是你老板呢，你就这么感谢我？是你非要帮我提的嘛？我总不能空着让你自己拎啊，谁让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啊！看有人帮我提东西，所以就多买了点嘛。好好好好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行不行？请。累坏了吧？不累啊。你逛了一天都不觉得累啊？佩服。二人，嗯，你看。什么？这群混蛋，当街就敢绑架。怎么，你要管？废话，当然要管了。哎，你还不快去追！啊！你不是说累吗？怎么现在那么精神啊？这能一样吗？这是在工作。那你说的现在是在工作，所以啊，我是要收加班费的。喂，我怎么发现你是个财迷啊？你才发现啊，晚了。哎，你快点，快点追啊！放心。你不叫增援啊？有你在，我还叫什么增援？我打僵尸还可以，打人可行。那你把里面的人当成僵尸呗。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？放心，少不了你工资的。这还差不多。
天晴，天晴，看见什么了？想看你自己不会上来啊？你小点声，别被人发现了。喂，到底看见什么了？你上来啊！靠，我又不会轻功，怎么上去啊？用这么跟老板说话的吗？你这个月的工资取消了。好，老板，请你上来。胆子，僵尸我见多了，用活人喂僵尸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您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也做得出来，你们还真的是连僵尸都不如。我们做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生病，我在给他治病。哦，原来是你儿子。你儿子要是真的病了，我可不管。但是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僵尸，就和我有关系。胡说八道！我儿子不是僵尸。你们几个，给我把他们抓起来！你儿子，喂，事情还没完呢，干嘛？想跑啊？你用活人喂僵尸？你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就可以草菅人命，今天你遇到我们，算你倒霉。你行行好，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。你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放过我和我的儿子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收买我？就算我同意，我们家天晴也不会同意的，啊！我知道你爱子心切，但是你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僵尸，没救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火化，以免其他人受到伤害。
怎么了？没事。送我回家吧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从不打没寡妇的仗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想有一个人一定能够帮我。天晴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山者带路，逝者平安。山者带路，逝者平安。山者带路，逝者平安。生者带路，逝者平安。生者带路，逝者安息。生者带路，逝者安息。天色已晚，暂且就在这歇息一会。皇天厚土，大宅建，天公地神请帮忙，今夜暂借宝地一用，牛鬼蛇神速速离开。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来这里捣乱？真不少，我早就被逐出师门，天机也早就死了。我现在就是个看守停尸房。天
姬虽然死了，人剑还在。难道你不想要？我不想跟你们有任何瓜葛。再不走的话，休怪不客气。不愧是天机的大徒弟。别再跟我提天机。有两下子，就让你尝尝血石丸的厉害。看招！你居然能控制僵尸？你是什么人？因为我是僵尸之神。雕虫小技。你很厉害，但还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到底是干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师妹天机？当然记得。天机把天剑传给了天机。他现在风生水起，而你只能在这个停尸间看着一堆尸体，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都这样？那又怎么样？帮我对付天晴，只要天晴一死，天剑归你。天晴深得天劫的真传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有些事情我和罗兰很难做到，但你可以。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你是天晴的师兄，很容易接近他。只要拿走天剑，其余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。你想让我偷天剑？你是天机的大徒弟，天剑原本就应该属于你，何来偷剑之说？你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了，我答应你。什么时候动手？
主人，你怎么了？我现在是半人半僵尸，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刚才与天灵一战，伤了元气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恢复。主人，天元真的能偷到天剑吗？他能不能偷到都不重要。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偷天剑？那我们有胜算吗？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千年古尸，我说过，我从不打没把握的仗。喂，老板。欣欣啊，你是不是还没起床啊？老板，大白天的你打什么电话？白天僵尸又不会出来，我可是晚上工作的。你说让你工作，那你打电话干嘛？没事，就是提醒你别忘了吃饭。神经，那我挂了再睡会儿啊。好像还真有点饿。小丫头知道什么？谈恋爱了不容易啊。小贾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对了，你那个线人到底可不可靠？当然可靠啊，合作好几年了，这次如果抓住这个通缉犯，想不升职加薪都难。你打击犯罪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啊？打击犯罪是我们的职责，明白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，你整天带着这把剑干嘛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要用枪的。你懂什么？我问你，你们两个见过僵尸吗？僵尸？电影里见过。我说的是真僵尸，咬人的。我才不相信有僵尸呢。喂，你见过空气吗？空气也不存在。告诉你，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出发。
来了。来了来了。你好，这是你订的外卖。祝你用餐愉快。谢谢。哇，好香啊。天气别怪我。天晴啊。天元师兄，怎么是你？你想干什么？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伎俩就把你给骗到。天晴师妹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师兄了，天剑是属于我的，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没那么容易。你已经中毒了，我劝你不要乱动。卑鄙。你认识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是谁你还不知道？你懦弱无能，空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不配拥有天剑。天剑我拿定了。不许你碰天剑。
再追，我就不客气。哼，把天剑还给我。想要天剑，你自己来拿。天晴就这么死了，算是便宜你了。这里以前应该是个影视城，荒废很多年了，通缉犯藏在这里也不奇怪。你确定就是这里吗？线人告诉我就是这里。行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大家注意安全，小心一点，走了。小心点，千万不要打扰警车，别来晚了。是。僵尸，快走！
枪打不死他们的，小心点。你想怎么样？在人类的世界里，我是怪物；在僵尸的世界里，我就是神。所有人都变成僵尸，这个世界就属于我的了。只要你和天晴一死，就再也没有人阻止我。天晴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是等不到他了，他已经比你先走了一步。是你？你居然没死？情况怎么样了？主人，天元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厉害。他本来不是天晴的对手，但是中了毒的天晴，谁都能轻易杀死。他已经死了，天剑现在落到了天元的手里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！你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而我的时代即将来临。你们就等着接受神的惩罚吧！你太天真了。阿仁，接剑。这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了天晴。当年我修炼禁术，天机要杀我，多亏天晴师妹替我求情，才饶我一命。你现在让我害天晴，不可能。所以我跟天晴商量演一出好戏，不然怎么会知道你们的老巢？卑鄙！我天元就是这么卑鄙的人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现在是白天，看你们怎么跟我们斗。主人，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。我是要看到的，不过他也是要看到我。居然会遮天蔽日，天晴，你们要小心啊！你也是。双剑合璧虽然厉害，但是需要时间的准备。必须在双剑合璧之前杀他。动手！是，主人。
天晴，快使用双剑合璧。双剑合璧需要时间。师兄，不要啊，你会没命的。主人，他吞下了所有的血石丸。那又怎么样？谁也不能作证。天元师兄，不要啊！什么怪物？居然被他利用了。等我恢复之后，我一定会来找你们算账的。